芳疗署咧系一间咧线上同埋线下嘅训练学校啦。咁我哋咧提供嘅咧系一啲帮助鼓励别人嘅身心灵更加进步嘅一啲嘅课程啦。咁其中咧最主要嘅主打课程咧就系香薰治疗师嘅课程啦。我哋嘅香薰治疗师嘅课程咧系得到咗美国整全香薰治疗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listic Aromatherapy NAHA 的認可的，我們是全港第一間有NAHA 香薰治療師訓練課程，是線上的訓練課程，是有線上和線下一起的訓練課程，我們是全港是第一間的。除了這個訓練課程之外，我們也有在香港第一間的塔羅牌的訓練的課程，我們是透過一個系統式的方法訓練大家怎樣在生活上閱讀塔羅牌，還有也都會有一些占星學的一些講座的。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成立一個分享健康的社區，這個是一個包括在線上和線下的社區，所以我們都會有其他的活動的，譬如好像一些分享學習的一些的交流團，一些的芳香旅遊，甚至乎我們會推廣一些令大家可以更加健康更加美麗的產品的。哪些朋友會適合參加我們的課程呢？我相信就是一些希望自己更加開心更加健康更加快樂的朋友，希望可以學習一些的知識令到自己能夠享受生活，令自己更加的快樂更加健康，亦都是一些希望可能是學習一個知識是幫助到自己之餘亦都幫助到朋友，譬如好似香薰治療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的一個知識啦。咁另外就或者甚至乎係可以學習一個知識令到呢啲知識成為你將來一個事業發展的一個嘅技能，咁呢啲朋友都是好適合的。咁對象都是我哋香港的朋友啦，甚至乎國內的朋友。咁呢間學校就由兩個人創辦啦。咁第一個就是 Jenny 啦。咁 Jenny 喺英國讀完書翻嚟之後咧，咁佢就喺商業社會嗰度工作啦，工作咗好多年之後咧，佢成為咗香港第一代嘅香薰治療師。咁咧 ，Jenny 咧係一個咧喺香薰治療入邊咧有好豐富經驗嘅人，喺佢手下邊咧已經差唔多訓練咗有1000個專業嘅香薰治療師。咁佢而家呢個時候咧係希望咧用一個新嘅方法，再將香薰治療呢個知識咧係帶俾社群嘅。咁而 Parkson 咧，佢本身咧就係喺嗰個商業社會度咧，亦都打滾咗好多好多年噶啦。咁佢咧之前咧就有超過10年嘅時間咧，係幫人哋咧去用塔羅牌啦，同埋用呢個嘅占星學咧去幫人哋咧去做一啲嘅輔導啦，同埋一啲諮詢啦。咁佢亦都好熱愛香薰治療，同埋咧係一個嘅專業嘅香薰治療師。咁呢間學校咧就係由呢兩個人開始成立啦，但我哋咧慢慢咧會有越嚟越多嘅老師啦，同埋咧越嚟越多嘅唔同嘅活動。咁好期待咧，喺線上邊同埋線下邊，將來有機會同大家見面。